和苏木同床共枕了。我喜欢你。那句温柔的早安足够让我恍惚一整天，可看着他和惠子那么亲近，还要分我亲手给他做的冰淇淋。老规矩，分一半就行。还没开始就要结束了吗？哎。微信发了，好好好。哎，哇，哦，哦，我出去坐坐。那你小心点啊。哎，饿死我了。你看，你看，小雨，你看。一会儿哥们要放烟花表白了，你找个机会把甜甜的支走。电话咱们随时通着，你听到啪的一声，你就点着，有没有问题啊？哎，豆豆，豆豆，咱去买点饮料吧。这不有吗？多买点，多买点。我们不是要去买喝的吗？怎么到这儿来了？一哥要跟丁香雨表白，让我来给他放烟花。啊，他真要跟丁香雨表白啊？是啊，他多主动啊。哼，他当然主动了，他可是情场的老手。不过我倒觉得他这回是认真的。哼，当然是吧。小雨，嗯，我想你已经明白我的心意了，现在就差你的表态了。我不明白。你干嘛？我还能干嘛？你。我一跳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来找我的。我是来给李迪放烟花的。那你去吧。你又臭着脸。谁臭着脸了？你今天臭了一天的脸，我说你了吗？我什么时候臭脸了？从昨天到现在，莫名其妙的。我莫名其妙？你跟惠子才莫名其妙吧？我跟惠子怎么了？你跟李迪才莫名其妙。我跟李迪怎么了？我跟李迪是好兄弟，你跟惠子是好兄弟吗？你还把我给你做的冰淇淋给他吃。他给我要我没给，倒是你们，又是搭帐篷，又是抓鱼，又是牵手的。我们那是游戏，你那是游戏吗？还说我莫名其妙，我心里清楚得很，我才不会把冰淇淋给别人吃，更不会随便给别人做冰淇淋。我。
我刚刚掌握的是不是特别完美？好，特别好，非常好。那就是搞定了。我还是太心急了，但一般这种情况哥们都搞定了，他绝对不一样。这把有点丢人了。嗨，没关系，下次再放一回烟花不就好了吗？哎，甜甜的呢？啊，那不是吗？哎，你们两个人刚刚干嘛去了？我看烟花去了啊。你们看了吗？小雨，你看见烟花了吗？啊，我看到了，谁放的？王延一啊，他为了你，为了给大家制造点气氛。行了，这饭也吃了，烟花也看了，睡觉了，睡觉了。睡了，好，晚安，晚安。睡觉吧。晚安。小雨，晚安。嗯，早安。早安。哎呦，你们起这么早啊？嗯。昨晚上睡得怎么样？哎，地太硬了，我睡得特别难受。你呢？我，帐篷里进了好几只蚊子，我好不容易打死一只，它又来，它又来，我又打，又打，我一直打，一直打，我一。哟，一哥你也醒了，昨晚上睡得怎么样啊？哎呀，不太行。昨晚上做了个梦，梦见我正开会呢，下面有个大爷一直在鼓掌，鼓了我一晚上。哎，你也听见了？我怎么可能听得见你的梦呢？也是。哎。你们在说什么呢？没什么，聊一大爷的事儿呢。好好好，大家赶紧收拾收拾，咱回去吧，快点快点。
你今天还有其他事情吗？没有啊。那我们去约会吧。啊，约会？真的吗？你不是说不适应有男朋友的生活吗？今天就让你适应适应。好啊。那回去收拾收拾，我们就出发。去收拾去吧。人家呀，只是想谈个恋爱而已。你不是也希望咱闺女好好谈个恋爱？你给她整那么多一二三四五六七干什么？你让咱闺女怎么好好谈这个恋爱？你一个当爸的，就一点都不担心你女儿？我不担心她，我放心。嗯。现在不是恋爱自由吗？现在不是恋爱自由吗？妈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们下午三点还有会呢。哎呦，知道。哎，我这次看完会啊，过几天就回来了。你怎么了？没事啊。妈，你要去哪儿？我去上海参加一个气象交流会。你回来的正好。一会儿你送妈去机场吧，我还有会呢。不行，一会儿我有一个约会。约会？
哎，你平时不都骑自行车吗？哦，这一定是你用来泡妞的车吧？这是我用奖学金买的，买了之后就没开过，我姐都没坐过。哦，那我是不是第一个坐你车的女生啊？也是最后一个。哦。耶。好的位置了，哎，有没有别的场次啊？没有了。那要么就要这个1314，还是？你干嘛呢？我选位置啊，你没看过电影啊？哎，笔仙，笔仙，你是我的前世，我是你的后世，若要与我续缘，请在纸上画圈。笔仙，笔仙，笔仙，这怎么不恐怖呀？我是你的。王延义跟我说，你们女生都喜欢看恐怖片，而且是单独看，所以我就报了个场。哦，好吧，看吧。你如果害怕的话，我们可以换别的。怎么可能害怕？开始。请在纸上画圈。笔仙，笔仙，你是我的前生，我是你的后世。我要与我续缘，现在纸上画圈。哇，这么刺激啊！你害怕呀？没有啊，就有点亮。啊，那好好看。大哥，他没吓我，你吓我一跳，你没事吧？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啊！都掉了！哇！别珠子也掉了！你看你的眼珠子看着他眼珠子。好了，乖，不怕啊！哎呦，你就别在这晃了。不行，这件事啊，我觉得还得侧面去了解一下。这件事不用太着急，好事多磨。咱闺女就谈了一天的恋爱，你就说了那么多的话，影响他情绪，实在是不妥。啊，我这是在提醒他，哎，不要等到无知少女被骗伤透心那一天才后悔。哎呦，不用那么着急呀，谈恋爱，他又不是做数学题，套上公式他就能成功，由他去吧。那总是也要了解清楚，不是吗？哎，我呢，先跟他妈妈随随便便去聊个天，看看他跟他妈妈的三观跟我们家是不是契合。要看看他在家人面前有没有承认我们家甜甜的。你拍拍胸脯问问自己，你带着这么多目的性去，那是随便聊天的事儿吗？不好意思，我说话有点重啊。不跟你说了，不老糊涂，什么都不懂。走了。没事儿。我只是过来随便聊聊天的，不是专门聊孩子们的事儿的。我这不很傻吗？这样，我不是专门过来聊天的，我是来找我女儿的。我女儿不见了，这不更傻吗？怎么办？哦，这样，
我是来请你到我家坐坐的。哦，这样好，这样好，这样好。没人，没人，那就下次吧。拜拜，拜拜。啊，好看吗？哎呀，别害羞嘛，你刚刚多可爱啊。对了，你还想干什么？我带你去。玩这个吧，我超厉害。好。弟弟，我是女孩子，你怎么不懂得怜香惜玉呢？哼。我来吧。你会吗？可以试试。你来。哇！哇！这么厉害！加油！加油！哇！尝试，你以后有女朋友就厉害了啊！乖，走吧，小哥哥。哎，没想到你打游戏这么厉害。这不挺简单的吗？也是，你这个智商啊，看什么都简单。你看我干嘛？我可不简单，我聪明着呢。你最聪明了。那是。哎，接下来我们干嘛呀？我们去买菜，晚上可以做饭吃。你要给我做饭啊？嗯。哇。公司有点急事儿，我们先回去吧。嗯，好。别玩。玩了。哎，怎么输两把还急眼的呢？哥们最近点太背了，我找小雨表白没成功，跟你打个游戏你还虐我，感觉你这回挺认真的嘛。那当然呀，我喜欢他呀。这不像你啊。我以前吧那都是玩玩，我其实也不知道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，但是我见到小雨以后吧，我好像知道了。这丁小雨有什么特别的吗？他当然特别呀，他特别的，他特别，反正我看到他我就开心。那你就别着急，等着好机会吧。这事儿怎么能等呢？再等就晚了。喂，啊行，我马上过去。迟到？我是那种能迟到的人吗？挂了啊，我得去公司了。拜拜。那你先进去吧，晚上我们集装箱见，我来接你。嗯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
笑这么开心，我跟苏母正式在一起了。真假的？你们真在一起了？嗯，刚刚我们还一起约会了。这么幸福啊？那你必须要一五一十的跟我说一下你们发生过的所有事情。走。苏母，你走这么快干嘛呀？不就开会吗？着什么急啊？什么事儿？日本分公司的事。是日本那边有几家公司想联合抵制我们，说我们的飞行器有安全问题，我们的合作方也要求我们重新出一份安全说明。没问题啊。对呀，就像上次你俩合作出设计图一样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我说的是安全没问题，直接给他们寄过去，让他们做评估吧。但直接送过去的话，我怕他们会偷走我们的核心技术。对呀，还得慎重。我们得花点时间，好好做一份详细的说明。这样吧，给我半小时，我做出一份全新的说明。什么事儿这么急啊？海边，烟花，还有强吻，可以啊，苏木。当时发生的太突然了，我也吓一跳。但那一瞬间，我就沦陷。K， 高手。你一说他还说。哎，你俩都是高手。我才没有呢。当时发生的时候，我都不敢相信。我怎么就突然恋爱了呢？这有什么不好相信的？爱情都是这样，来得很快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木木，除了你和我妈，我谁都没说。我得缓缓。这有什么好缓的？要是我有这么好的一个男朋友，我就立马昭告天下。那是你。多好呀，我是可好。哎，老板，来两份原味冰淇淋。哎，好嘞。哎，我刚出来的时候碰见苏木了。我怎么觉得他最近奇奇怪怪的呀？我也这么觉得，虽然之前一直很怪，但是最近格外的怪，总觉得他的脸上带着一股慈祥的和蔼感。对，今天我看他在工位上的时候，对着电脑一直在傻笑。他不会真的谈恋爱了吧？啊？哎，对了，你看前几天他们传的他和绯闻女友的照片没？哪张照片啊？吃冰淇淋那张啊。哎呀，我给你看，就这张。这不是惠子吗？咱们的新股东啊，他们之前就是同学。怎么回事啊？那还真是金童玉女，缘分不浅啊。你之前不是喜欢苏木吗？现在听到这个消息，是不是有点伤心啊？我那是随便喜欢的，又没真行动，要不然指不定怎么着。口气还挺大啊。那是当着我们的面，谁知道他私底下怎么样？有你们这么在背后说人闲话的吗？关你什么事啊？因为我是苏木女朋友。你说你是苏木女朋友？对啊，你要是他女朋友，我们都是他女朋友。我真的是做苏木女朋友那种梦，你想想就得了，不要太当真了。我们公司啊都传开了，苏木有惠子了，你估计没机会了。不可能，我可以证明啊，她就是苏木女朋友。你怎么不说你也是她女朋友？哎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我怎么说话？我也是她女朋友，她也是。你再说一遍。喂。苏总。他是你女朋友。你为什么这么说？